型儿童疫苗接种站首日，有的孩子超淡定，有的吓到当场大哭。台北市开设在中正纪念堂，一天可提供2000到3000剂，有家长一早6点就来排队。就是因为很担心，所以在学校造册的话，大概是在2个礼拜后才会打。但现场标志不清，出现乱象，来到户外，有家长带孩子跑错地方，到中正纪念堂的另一个大门。这里其实是车来速通道，专门让快筛阳性民众看诊拿药。快筛阳性的人走了没？是啊，蛮正经的，现在也来不及了，所以就是赶快来走。我知道我们刚刚走出，我不想开进去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就我还开出来了。家长莎莎搞不清，更担心孩子有染疫风险。摊开地图，大中门是儿童疫苗入口，正对面大校门是车来速入口，两者只相差500公尺。六都县市准备充足量能，却传出偏向儿童疫苗遭砍单。苗栗县本来会到货4000剂疫苗，开打前临时缩减成1500剂。南投县更惨，儿童疫苗已经没库存，以为配发的3000剂即将到货，也被通知暂缓。云林县同样抗议，5600剂的 BNT 儿童疫苗删减3300剂，嘉义市的6100剂更是被中央无情通知不给了。六都是人，其他都不是人吗？四都不是基因啊，对已经疫苗不够了还不发下来，还要变换变来变去，就变色了。指挥中心澄清没有抽单这回事，只是希望不要过度存放疫苗，如果各县市有需求都会尽量满足。记者台北台中综合报道。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